是小 S 谈话性节目中的班底，日前在节目上爆料，某前女团成员有艺人病，合作开天价。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网友纷纷认为说的就是诗雅。当时诗雅就抛出对话记录来厘清事实真相，没想到过了两个多礼拜，她又突然晒出忧郁症的诊断证明书，宣布自己要向 PEG 还有酸民提告，恶意造谣让她形象大受打击。而且她也查到 PEG 旗下某一间公司的资产就有2500万元，认为要对方开一场公开道歉的记者会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。但三周过去 ，PEG 却没有道歉，甚至还被发现他删除粉丝留言，让诗雅愤而提告。而提告声明一出没多久，诗雅就接到 PEG 的电话，对此他则采强硬态度表示：“很抱歉，我的 IG 不是谁都可以打给我，也希望对方不要私下解决，因为敢在节目上讲，就要敢在社会大众前道歉。”而喜欢参与时事的陈怡也发文写下 ，PEG 并没有说出名字，只是网友在猜测，所以并不构成诽谤，也强调如果因为这件事导致诗雅忧郁症病情加重，那也是告民事精神赔偿，认为诗雅民法刑法不会分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